感谢所有乡亲，那也感谢福安宫委员会给我们学校的支持，那更感谢县府团队一直都支持我们学校，然后支持整个校园地区，谢谢。那学校刚好就是有这样子的机缘跟庙宇可以一起合作，跟福安宫一起合作，那个校长也认真的推动，我们才有这样好的成绩。老师非常努力哦，都要我不在的时候帮忙练，不然他根本不会熟练的哦。就是我们一个礼拜只练一次这样子。